继续来关心梅基台风对三峡造成的影响。三峡区长陈建明表示呢，三峡地区大致上都平安，主要是有路树被强风给吹倒了，那部分的地区有停电。另外在永牧里的东陆路2公里处有边坡上的土石滑落下来，造成了道路中断，没有办法来通行。那么区公所是围请厂商在28号的下午抢通完成。这次的梅基台风，那三峡这边大概最严重的部分应该是属于说路树倒塌，还有我们停电的部分。好，那这个是目前大概各地那个一直在反映的最迫切的那个需要去处理的。那这个我们跟台电这边陆续也都在进场，这样子赶快希望说针对市容还有民生用电的部分赶快做一个回复。那这次另外我们山上的部分就是跟去年苏迪的比起来，我们算是很幸运。那这次目前山上大概有2到3个的灾点，那这个部分我们也现在请我们的厂商已经进场了，那也是希望说尽快在这1到2天尽快让大家在交通上在市容上整个那个让大家能够恢复到台风前的一个感觉。每次台风来袭带来豪雨，一旦进入土石流的警戒范围，三峡山区居民就必须撤离，这次也不例外。还好除了零星的停电之外，人员一切平安。另外东陆路2公里处因为有土石滑落影响通行，造成山区37户民众无法出入，但经过人员出动机具刨除后，已在28日下午恢复通行。